那现在车队啊，所在的位置呢，已经算是我们的峰会岛赏梅区。来，嘉宾看右手边这一棵，我们峰会岛赏梅区这边的梅花大概已经开七成左右了，大概已经开了七成左右了。那从这边开始啊，陆陆续续，一路上啊，都可以看得到有梅花了。来，小龟。现在小龟被困了，可以。